影团火箭少女101从选秀节目中出道，团中的 C 位孟美岐美貌与实力兼具，获得大批粉丝的喜爱。不过近日演出的照片流出后，却引发大批网友讨论。首先，孟美岐在网络晒出自己的照片，身材纤细窈窕，非常漂亮。不过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拍摄的现场无 P 图照片，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这美岐你是不是长胖了呀？网友也点出美岐的腰、臀、手臂都有些长肉了。更有网友说，我竟然能在女团身上找到自信，还不是 Sunshine 那个团。对此，孟美岐也在网上晒出三张表情包，分别是甜甜圈、珍珠奶茶、方便面、红红蜜蜂大盘鸡，拿走拿走别客气。还有琪琪不是小胖子，配上美岐的哭哭脸。最后一张是很压力化成绩，不达目的不放弃。幽默回应变胖的传言。粉丝更在下面留言：“琪琪不胖，力挺三只大哥。”不过女团要维持身材真的很辛苦，大家就不要这么严格啦。纯娱乐，美琪不胖，美琪棒棒，整理报道。非凡娱乐，整理报道。